各位 DG Mobi 的观众大家好，我现在呢人在绿岛，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个灯塔。那我们这一次跑来绿岛的目的就是来试 Skoda 今年导入国内的小型跨界休旅车 Korok， 也按照原厂说法它是比 Yeti 还要大一个车格的车子，然后再上去才是 Kodiaq， 所以它是刚好在这个 Kodiaq 跟 Yeti 之间的定位。我们今天试驾是 1.5 升 TSI 四缸涡轮汽油引擎，那最大马力是150匹，它给的规格不管是配备或者是各方面都给相当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外形吧，走。首先在车身外形方面，你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与 Kodiaq 有那种一脉传承的味道。其实你从它的水箱护罩或者是它的车灯的造型都很似曾相识，这也是他们目前最流行的一个家族特征的设计手法。我们来看到侧面，它标配的是215/50R18寸的轮胎。那我们再来看到车侧，它另外标配的是铝合金行李架，然后还有镀铬的门框。那我们再来看到车尾，车尾方面一样都是采用这种立体的 3D 的尾灯造型，而且里面是用 LED 作为照明光源。那当然下面保杆它为了跨界诉求，它就是直接采用这种黑色塑胶的材质，而且下面都还另外做一些反光片或下扰流板去增加它的跑格。那因为它这次配备给的相当好，所以它的尾门其实都是做电动的。好，那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座是采用40/20/40分离式设计，它的每张座椅都可以折叠后拆下来，可以变成一个相当宽广的置物空间。那你如果想去野餐或者是什么椅子不够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拔下来放到地上，就变你的户外的座椅。那按照原厂说法，你全部拔掉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个充气床，在露营的时候可以这样使用。好，我们现在来到 Korok 的车内，可以看得到其实它各部分的质感呈现得非常好，利用了这个镀铬饰品增加它的质感。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控台这个萤幕内建相当多功能，然后也支援你的智慧型手机的连线，你也可以从这里控制空调，也可以控制音响。空调方面它是配了双区恒温空调，比较特别的是它面板上面会多一个 Air Care 的字样，空气滤清的功能，就是包括 PM2.5 这些很微小的污染物它都可以帮你过滤。它这台车还内建了行车模式切换，你可以是选择 Eco， 然后也可以选择 Normal， 就是一般的。那如果你想要跑得比较热血一点，就切换到 Sport。那当然，它也提供你客制化的功能，包括你的转向或者是你的 ACC， 它都可以做适合你的调整。那方向盘方面，它是标配了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那左边这边是一个独立的定速开关，这个同时也是控制 ACC 的用途。那另外就是车内的空间，前前后后加起来将近有20个置物空间。那在后座方面，它都还有折叠式的餐盘，还有隐藏式的杯架，所以对于小家庭来讲是相当实用的设计。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试驾了，一起来看看它实际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吧，走。那这一次我所试驾的 Skoda Korok， 它是前置引擎前轮传动，因为整个绿岛它全部都是用水泥路面来铺设，会影响到比如说你会觉得怎么行车的声音比较大啊，或者说比较跳动，这没办法，因为它的路的品质并不是非常好。可是在一些路段顺顺开，你就觉得说它这个行路感还是充满了欧风，它的表现是相当优秀的。动力方面，它配的是新开发的 1.5 升四缸涡轮引擎。那特点在哪里？特点在说，它其实你顺顺开的状况下，它很容易就自动进入这种二缸运行的模式，帮助省油。像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绿岛的道路也没有开很快，甚至说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是上坡的坡度，可是它侦测到状况允许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马上变成两气缸运转模式，让油耗降下来。至于这颗引擎跟 DSG 变速箱，我觉得它的组合就是很完美，你不会觉得说想换挡又换得很不干脆，或者说换挡换得很唐突，都不会，它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变速箱。那在操控方面呢，标配了 XDS Plus 这套电子差速器系统。那 Plus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四轮其实都会同时作用，比如说像我现在过右弯，那它其实我的右前轮跟我右后轮它都会用刹车系统偷偷的把它轮速降下来，让我过弯比较顺畅。甚至说像我刚刚车上其实是坐的四个大人，
然后去在高速过一个弯道的时候，他整台车是很乖的，就一直顺着这个弯就弯进去了。就说前驱车几乎可以做到那种四驱车过弯的路线跟那种安定感，所以说这种车你在开，你根本不会觉得它是一台车身比较高的 CUV， 因为它的稳定度非常高，跟你开一般的掀背车没有两样。那另外在驾驶辅助方面，多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倒车自动刹车，它就是结合车后的倒车雷达，当它觉得你可能快要撞到，可是你速度并没有慢下来，它就会自动把车停住，相当实用。那像我今天在绿岛站开了一整天，对于它的引擎、变速箱还有它的悬吊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当然等到回到台湾本岛以后，我还要再测试它的 ACC 够不够聪明，好不好用，还有一些就是在柏油路面的时候它的悬吊它的反应会更好一点。那当然您看完这影片，如果你喜欢这台车或对这台车有什么疑问，请记得赶快留言给我，然后我们在安排试车的时候在这方面帮你试出来。我觉得绿岛真的很不错，我觉得暑假可以带你的家人过来玩一下。好，谢谢你的收看，拜拜。